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，有文字的历史三千年，实际我们中医抗疫也有三千年的文字。中医是辨证论治的，只要让我看到症候，我就可以给处方用药。我们通过了四个省二十家医院一千多例患者，中医学的分析得出来，这次新冠肺炎为湿毒疫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湖北作为主战场，坚持中西医结合，中西药并用。我在美国二十多年了，早期的时候他大家都知道，只知道那个乓球就是针灸了，并不知道我们的中药的神奇了。武汉用中医中药来战胜这个疫情嘛，是吧？现在谁都知道了它的神奇了。